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和你的脚掌接触，插进去，插进你的脚掌。这个没有在少林寺待过5年以上的朋友，是承受不了这种冲击的。我觉得站在这上面都有点害怕。要接受惩罚的队伍是。 多少钱？要接受惩罚的队伍是 ？No No